这次呢 APEC 呢最引起话题的竟然是呢普丁帮彭丽媛披了毯子，就像这样。对，而且呢最有趣的是呢，这样子一个动作呢结束之后，哇，在网络上呢受到了热烈的讨论，然后一下下通通被要求全部下下来，不准再刊登这些照片了，这是有执行力。哎呀，对呀，我觉得大陆的领导高层实在是太保守了一点。我觉得第一个到底是因为这个毯子不够好看吗？自己要急急撤下来，还是因为他们担心呢？因为网友是说了，放在上面的同时好像摸了一把，可是你仔细看那个过程，没有啊，就有损第一夫人的这个端庄形象，是这样子吗？可以看到彭丽媛后来可能要跟普丁说谢谢这样子，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蹲在地上有一个小小的人头，一直努力在帮他们翻译。真的，对。不过说实在的，这个普丁呢，他可能是因为呢上一次帮这个梅克尔披毯。